好意思啊，严小姐。不好意思，得赔钱。赔钱？好啊，那我就多赔点儿。让你狗啊！干什么？你疯了？这是你的封口费。你要是敢告诉三姨，我掀了你的剧院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怎么回事？没事，三姨，严小姐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她又救了我一次。薛之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好好欣赏我的表演。啊，就是有点晕。哼，姐，严飞，你。三爷，你下次亲我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第二次了？三爷，我带你去洗洗吧，毕竟被这种脏女人亲过之后会得病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喜欢亲她，特别开心。你个贱贱，徐姐，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你生气的话就打我吧。你别喊我徐姐，我的肩膀好痛。徐姐，我也没做错什么呀，你怎么一直在打我呀？脚也好痛啊，我脚会不会断啊？要不我先拿去看看。那我走。徐浩，走，回家。开心吗？为什么每次他都救我？那什么，不要这样，我不可能跟你复合的。上去查问他，会不会演戏啊你啊？不是演戏吗？不要这样。太棒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好吧，我一打他。哎呦，太棒了，就是这样。给刘导地址查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去安排一下。哎呀，刘导，您真是的，大晚上的叫人家过来试戏。哎，你们谁啊？哎，谁啊？怕什么啊？你们，三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会取消和徐之梦的所有合作，还会动用所有的资源来封存这个垃圾岛。哎，三爷，您动真格的呀！徐小姐说那个女人不过是您的一个玩物而已。玩物？你才是我的玩物。徐小姐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想着你和三爷只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，没想到你这个山鸡竟然想变成凤凰。你是真不把我徐之梦放在眼里。你要是不用这么高姿态来跟我说话，也许会让你。徐小姐，让我？你配？那就不让了。